再吃哦，都做都市场哈，啊那米来吼，又可能又买上饭，还买早饭么？哎，你好，我今日最欢喜的是讲，呀，你们苗呀信任的同事啊，大家有你个决心哦，按大家按团结起来，呀，对我叫风烛残年啊，哦，又不爱这只职业。看一下，我们还有另外两个董事会的改选会接着启动吗？会。有没有计划的期程呢？比如说这个要所有董事一起来决定。有没有可能，比如说在今年底之前，针对财团的部分？那应该啊，因为也十几年没改选，是不太像话。所以这个是让大家所诟病。所以您个人期许说今年底之前，然后财团那边更重要因为账目不清。会优先来。他们原先在参与的董事里面，说从来没有看过账。那这件事情，我真的，我七八年没有参与哈，我听到也是不可思议啊。这种针对我们这样十二年来才有办法改选这个问题，我们会修改相关的章程，一定不会再让它发生。一定啊，而且有选举就有罢免，那过去没有定这个。然后董事长如果不召集会议，也没有明文来定说，监察人或者常务董事会几个常务董事，还是说董事会有几分之一的董事联名可以召集。董事长不主持会议，跑掉了怎么办？要推选主席嘛，让他所有能够符合法理情。我想。你们尽心宗教节义的精神，宗教节义里面，大家要守份啊，不能这样子乱搞啊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。